爱丽丝，请教老师的问题是，伊有一包呢过期的米索，敢会当改动作吼，肥料安尼来改使用吼？他想要问老师。还有关于这个这个氧气的漂白剂，敢会当吼改亚蝶吼浇在植物的根圈这样子。这个是安尼吼，这个你那是像啊，这种高纤味精，味精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哈、哦。这些物件啊，因为它就是脯氨酸嘛，哈、哦，脯氨酸钠哈、哦。那么这其实有一些哈、哦，并讲像传统的一种米索哈、哦，其实啊，它那你种小番茄的时阵哈、哦，这较早捌有人安尼用了哈、哦。那么种小番茄的时阵呢，伫这个叶面哈、哦，会当去甲喷哈，比如讲稀释500倍哈、哦，啊去甲喷。那么啊、因为它是脯氨酸，还有一个钠哈、哦。那么咱真正要爱，实际上是啥物物件？是钠，钠哈、哦，一点点啊钠，也有小番茄的味道呢，让番茄的味道变得比较好哈、哦。所以这个呢，大体上呢，啊是可以去使用的哈、哦。这个物件呢，啊，你就是讲提来用哈、哦。那么这但是呢。量多当然不行齁、哦、因为这个钠呢如果太多了齁、哦、这钠呢循规逃这时准齁、哦、那么这对着咱这个土壤来的齁、哦、这肚里头土壤来的呢可能就是说伊的一个那些水是不要紧齁、哦、比如说你在这个露天栽培的时准齁、哦、你这个物件黑了就算有钠一下雨呢那么它就很容易齁、哦那么很容易呢伊的一个这个就流失掉齁、哦、所以这物件应该是无啥无啥要紧啦齁、哦、这物件是安尼齁。那么这个大概是一个会当去用的一个这种就是可以去用这些东西齁、哦、这物件呢对阿里温室来对齁这如果钠比较高的时候齁、哦那么这颗磷呢就比较不好、哦、比较不好、哦、这个大概是我这块呢一个这个得力、哦、就是你在用的时阵齁、哦、在用的时阵呢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量不大齁、哦、那么这个呢没有什么关系齁、哦、爱女呢这来对我做者这上面蔬菜粉齁、哦、上面南瓜粉反正呢这些都无所谓齁、哦、那么真正应用比较较大呢大概就是一些这个钠的这些问题齁、哦、所以你的用齁、哦、反正只有一点点那你啊这页面齁、哦、大概500到800倍的喷呢以往的经验是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番茄来供呢它可以增加那个风味齁、哦、最主要是钠离子齁、哦、钠离子呢也当增加也这个这个风味跟口感齁、哦、这但是有当时也抓蕊料叶子齁、哦、比较容易齁、哦、比较容易这个看它大叶啦，它老叶啊，是安怎吼？所以这个基本上的变质哈、哦，变质呢有的人的干妈公它还是有副作用哈、哦，就不太喜欢用哈、哦，所以大概是安呢哈所以今天你那边用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哈、哦，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是这个过氧碳酸钠，过氧碳酸钠哈、哦，那么这几类是提来这种有哈、哦，这个呢其实。这种过碳酸钠这种的这个物件齁大概都可以在这种土壤内底齁那么以提来这种叫做增氧剂齁比如说落雨齁落雨咱去下一挂这种物件不要很多然后它不是有这种碳酸嘛齁然后它就分解齁就会产生这有当时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氧气的这个那么这个呢可以在根圈的这个附近齁那么是可以去用的齁、哦。但是呢这其他不知道有什么成分我不知道所以呢是不是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橘子油啦是什么款齁、哦、所以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经营齁、哦。所以这个东西大概是它的目的齁、哦、是拿来做这个这种杀菌齁、哦。那么但是最重要齁、哦、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有呢就是说它这些东西呢伊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啊，钠、哦、的这个还是存在钠的这个问题啊、哦。那么咱咧讲诶，即个过氧碳酸钠哈、哦，或者叫做即、这个过氧碳酸啊，这是啥物所在用上侪呢？这种呢其实是即、这个
养殖吼，在咱鱼库啦内底，鱼库啦内底吼，伊通常就是讲伊这个物件，有个人好解讲叫做这个固体双氧水。那么所以在咱提的这种洗衣粉内底吼，那么伊南大洗衣粉内底，还是讲直接呢咱咧做这个漂白吼，较早这个漂白。这种花色衣服买当提来漂提来染哦，这种物件哦就没有关系。啊，咱那是这个含氯的迄种漂白剂的袂使。啊，这种呢它是有这个氧系的哦，就是讲有个人叫做一个叫固体双氧水哦，过氧碳酸钠，另外一个名叫过碳酸钠哦。那么这个落去了，变讲伫鱼骨啊内底呢，啊，去个压压的吼，压伫这个。也伫即个鱼骨啊内底，啊，因为即有鱼骨啊内底有一点钠没有关系嘛吼，啊，但是伊就会增加即个水体的即个溶氧，总共一定要变骨进前吼，啊，看迄唔办事唔对吼，过氧化啊，你家下一挂即种过氧碳酸钠落去啊，那就叫固体双氧水，啊，也真紧呢。那么即个会大概即个氧灰，那氧灰呢，当增加即个即个含氧量。那么在咱土壤内底，比如讲你堵水，有个人会叫你去灌这种物件吼，就过氧碳酸钠吼。那么你来灌啊，灌落呢，那会有这种的一个效果。啊，有的是染一挂这个粘着剂，啊，改用在这个水底。那么在这个喷下面吼，但是这个浓度要注意，因为这种物件是这个碱性。那么这用在这个土壤内底，尤其用在温室内底时阵呢，那么它的碱性呢，会去造成你那用料无都好。那么真有可能呢，去造成到这个这种伤害吼，就是讲伊碱性吼，有碱性有啥物伤害，就微量元素的缺乏吼，所以这个用呢稍注意一下呢就好啊。所以这个物件是可以用在植物根圈的啊。那么这个呢是没有什么关系啊。奥朗提这些杀菌啊，因为这双氧水嘛吼，它也产生初生态的氧啊，这些。在这个温室环境的消毒，也有人用这种东西啊，不过成本比较高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朋友做些了解啊。